家又跑1650啦，呢只一号啊，一号系上次跑第五、第六，四号、十二号就赢过，五号、七号就入个 Q， 二号入个第三。十三号咧就入个第四，上次成绩好嘅咧就系二号、十二号、十三号，得三只啫。嗰啲边线系咩边就系一号边线第五、七号第六。七号、九号都系第六，系咁啦。三号而家见到呢一只，建测群英。中翼禮騎嗰只馬，上次十二，前次第五，即前次好嗰啲都幾好嘅喎，真係有時咧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，即可能上一次係唞下咁樣，前次好唞一次再嚟講。二號安耀呢只馬幾好啊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十，本路直入過第三名。苏兆辉几好，今日肯喺前面跑啊！二号安耀啊，叫做四号马就系叫做落足鸟，落足鸟入个 Q 嘅只马，入个 Q 一二三四唔系喎，四号叫华卓晴，五号先系落足鸟，四号华卓晴。赢过啦呢、這个马四号，四号十二号赢过。嗱呢只就落足鸟啦，落足鸟啊潘顿换咗俾巴杜，落足鸟夹稳十倍，最叻入个 Q， 几好啊！入个 Q 嗰啲马都要关注嘅真系，但系换人呢十四档换咗俾阿巴杜。五号近绩，上次十一前次第六，上次唔好前次同埋前前次都几好，前前次入咗 Q， 唞下又再嚟过。七号锋芒劲路一马入个 Q 啊，七号仔。五号、七号都系落入个 Q 嘅。七号仔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七，再前次第二，唔远噶呢啲马几好啊。七号锋芒劲路，霍宏星四档，八号喜莲心声嘉里，嘉里骑只倍增胜数好差，骑得八号，睇赛后报告有咩事啊？只马又唔似有事，因为后上有劲。八号九档嘉里初跑泥地，八号上次系咩路程啊？跑二千，前次跑千八，再前次跑千八，哇！基本上系速程嚟跑嘅。九号咧就叫众欢笑，初跑泥地。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八。众欢笑上次骑咩路程嘅？千六、千八、千八。千六、千八。喜莲心声的宿情，喜莲心声。九号众欢笑梁家俊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八，前次第八，七八九啲form差唔多，都系咁嘅名次，七七八八啊。十号仔光明先驱，又系第六、第七咁啊，上次。啲馬好近，即係好似啊！啲好接近啊！啲名次連續兩次有位置咧，就得只亞洲力量嘅啫。蔡明少變咗十一號龍船快初跑泥地又係上次第八十一號，哇！八九十十一上次啲名次都差唔多。十一號仔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四。起码有个第四啊！何泽尧啊，骑师十一号，
但出嚟就好似哇吉啦！唔好集中精神啊！啲麻啫，四围咁样望啊，跳啊！十二号中华叻叻，中华叻叻上次赢咗出嚟嘅，52倍嘅，杨明伦赢咗嘅，杨明伦就受伤啊，系咪？而家就配咗变咗波件时期，十二号中华叻叻赢过本路程喎，上次又成绩好喎。得唔得咧？你估？即十三号亚洲力量几好，连续两次第二，前次第一咁呢只马。十三号只不过咧本路程咧就最叻第四咁解啫。即亚洲力量连续三次都喺位置，佢又上咗一班嚟跑。蔡明少几好啊，十二十三都几好。二号近绩好，二号十二十三号近绩好，可能呢啲马系有机会。十四号36倍，王俊本路程未上个名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八，但前次第一喎。981啊！主持要13，要亞洲力量。蘇兆輝好唔好咧？蘇兆輝二號，上次跑第三。Jenny 13。我要好难拣咯，就嘛，真系好难。我买睇先，十二十三。冇十三十二，我买十三十二，即系买呢个蔡明少波件事，嗰啲轻磅嗰啲，两只马上次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嘅啫。中华叻叻跑第一，亚洲力量跑第二，我要十三十二。诶，呢只系蔡明少，呢只系十三。蔡明少啊，因为喜欢他的近绩好，虽然分数不够人家高。十四泽星光辉，这个是王俊。九号中欢赵梁家俊，绿色就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八，七八九十一呢啲好似嘅，上次啲名次都系六七八九咁就系六至九名。十二号咁好笑啊！十二号边个嚟噶？十二号叫波件事。潘顿而家休息，请病假。Jenny 姐中意十三号，中意亚洲力量，我都系买呢只。我十三十二，佢有四添啊！有夹硬大热门都几好。二号好少人拣啊，点解咧？二号几好啊，二号啊，苏兆辉起码上次又话二次先啦，二号仔又入过第三名，二号仔而家12倍，而家影住呢啲绿蓝色衫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中华叻叻啊，呢只马喺度波件事。中华叻叻系跑过一次呢个路程，100% win， 跑一次赢一次，不过一次咁多啫。本来配杨明伦嘅，咁而家就俾波件事骑咗13档。一号仔布文红砖勇士只马入过第四名，
上次边线第五名都几好嘅啫嘛，七号仔分数高啲嗰啲，班底高啲。粉红色衫有个四方格嘅叫锋芒劲露，上次第六，好近嘅呢啲七八九十呢啲嘛，啲嗰啲名次上一次都差唔多一样咁滞嘅。十一号仔跑第八，龙船快，上次第八，但系前次第四仲近啲添，都巴道嚟嘅五号仔，潘顿换咗俾巴道，上次十一，前次第六。五号仔巴道而家系十五倍，八号咧就系叫做喜年，喜年心声啊叫做。红灯。暂时第二本咧系七号嘅锋芒劲露，跳一跳都变埋四号啦。率先入闸就系今晚好好表现嘅，系一档啊，见测群英啊，系一档好表现啊。喜年心声，跟住啊，众欢笑，华卓情高允都入咗闸噶啦，排咗个大外档嘅中华叻叻，泽星光辉，一四七十三啊，有红绿灯啦，而家安耀或建测群英一下。六点三啊，由八十三蚊咧就落嚟六啊三蚊嘅龙船快入埋落足了同埋亚洲力量啦，咁我哋交俾闸前啦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赛事四班一六五零大热系四。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都好多只噶，红砖勇士、华卓情出边咧，仲有泽星光辉内栏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建测群英啊，咁啊黄心进占第四五位咧，仲有龙船快啦，好多浸嘅马啦，咁啊中间位置有锋芒劲露啦、亚洲力量啦、内栏啊、众欢笑啊，响出边咧就落足了和黄心红眼罩啊，尾五内栏摄咗入去，安耀响尾五啊，后边四只高允啊、喜年心声、中华叻叻、南山尾二啊，暂时殿后黄心橙帽系呢只光明先驱嚟噶。开始跑对面直路啦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建测群英啊，快过泽星光辉添啊，落下个零身位响第三位嘅马啦，有红砖勇士啦，内栏第四就龙船快啊，响外边第五位华卓情啊，咁啊再见到中间第六啦，就锋芒劲露啦，响内栏就众欢笑，出边红眼罩黄衫咧，咁啊仲有落足了啊，中间夹住亚洲力量啊，后边五只马安耀内栏，中间高允，出边喜年心声啊，尾二红眼罩光明先驱，暂时殿后蓝衫咧系嗰只中华叻叻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建测群英占先码头位，泽星光辉第二位啊，外边位置有红砖勇士啦，落足了啊，红眼罩外边冚咗上嚟啊，再见到跟住佢后边有华卓情啦，马林中间锋芒劲露等紧位，攞出去外边用亚洲力量、喜年心声同埋光明先驱嗰啲马。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系落足了啊，见到外边咧就华卓情追紧佢啊，外边亚洲力量亦都上紧嚟，马林中间嘅马咧仲有高允追紧啊，最后百零米，华卓情仲有半个。马威嘅优势，埋边追有落足了，外边上系亚洲力量啊！睇个势，亚洲力量喺外边已经赢出呢场赛事噶啦，跑第二名系华卓情啊，第三名埋边落足了，第四名系高云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亚洲力量咁啊，终点前就将只华卓情赶过咗啦。咁当然有个磅位嘅优势啦，埋边落足了转弯踩油发力，临门有啲力弱跑第三，高云追上嚟跑第四，十三号亚洲力量。系啦，赢咗啦，十三号开飞嘅时候有红绿灯啊，有八倍啊，即系可能而家仲热咗啲啊。四号华卓情跑第二，即十只中华叻叻冇咗影啊！我初初以为潘顿换咗俾啊嗰只马俾阿巴杜。博喎，即系以为佢直路之前嗰个透咗出嚟。十三号蔡明照后伤，赢个几码位，连续三次入位置啊嘛，只马十三四五六。亚洲力量，亚洲力量喺边度？喺依度斜间。又唔系好前，又唔系好后，中间位置
哇！呢只咩嚟噶？呢只黄色就咁犀利嘅，成咗出去。南山黄袖，只叫泽星光辉。横间只剑七群英，剑七群英，钟奕礼喺前面就系啊。冇机会嘅时候，佢系出闸好醒嘅，就系啲马。今日泽星光辉黄俊，钟奕礼黄俊喺呢度。华卓晴喺呢度，大跑第二名嘅呢只马喺呢度啊。咁啊，斜间三嘅就系呢只亚洲力量啊！而家喺俾两只马夹住喺呢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位到啦。呢只马呢只马赢得噶。好啦，而家就系剑七群英嗰啲啊，钟奕礼啲喺前边。啊，斜间啊，呢个啊，有粒星啊，呢个跑得好好啊，呢个啊，呢个啊，华卓晴，啊，呢个蔡明少啊，呢只斜间呢个，两只马喺度斗啊，斗足一百米，咁啊，跑到呢度已经弹嚟咗啦，两个马位，蔡明少赢咗。赢了这个四号仔的何炳莲，五号是什么来的？五号是落足鸟，落足鸟呢就是本来潘顿骑的，临场呢就叫什么巴道，巴道骑了他，很有机会的，直路头的时候很有机会的，九十九倍，九倍边，挺好的。